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 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欢迎回来，学生天团风音乐。没错，今天现在我们已经，哎，你坐那么高干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傻眼，真的是坐很高哎。我们现在直接来进行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最佳听力者，最佳听力者。对，为什么叫做最佳听力者呢？就是哎，你好，千里耳，最佳千里耳，哎，只有千里眼而已，是不是？顺风耳，顺风耳，傻眼，顺风千里耳，千里耳想干嘛？那要干能干嘛？对，要干嘛？哎，不忍耶，听远了，远的地方，大声就穿到你耳朵。也是在人类顺风眼吗？顺风眼，眼睛进到风里很难过，很烦哎，在风里打滚。谁是？所以顺风耳嘛，对，谁是顺风耳？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那个，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新的那个阿爸？就是阿棒，我们叫阿棒，对，那就是我们要听歌曲的前奏，然后听到了，如果你猜出来是什么歌，就要过去前面，然后答一下，抢答，然后比赛，对，总共，对，这有点难哦，我觉得我要比听力哦，我也觉得有点难呢，而且我很难会没有想到他的歌名这样，那我觉得派对友，派对友，派对友，来，你一开始，我们直接。你想，你先想一下，然后我数到三，我已经想说我要找谁。好，好，那你想，一三一二三，三二一，徐天耀，好，谁？大大，哦 ，OK， 那我跟你讲，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坐沙发，坐沙发，好，对，来喽，好困难哦，三，你坐旁边，二，等一下，大家让大家坐好。让坐好，已经开始了吗？哎，只能抢一只啦，要抢一只啦。好，抢一只，抢两只，然后好紧张啊！然后三二一，放喽！好。什么？在搞死我烟火！快掉了啦！快掉了！哎，你们没有吧？太强了吧？还好。太强了。那个破音一下就知道了。那个，哎，这强被手，太强了，好强哦！大大，你要不要继续挑战？再给你一题。好。那不要派我，不是不是，我要换一个，我要换一个。真的超好，要换一个，因为你已经再来，送完还是真假？我真的很弱哎，加油！我真的很弱，换好了。那你来。哎，好，坐白凳，好，换一个都可以。居米，好来，他感觉居米就很强哎。哎，你的麦掉了。好来喽。哎，等一下，他麦掉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刚好对到自己的歌。对啊。刚好听到啊。我很熟啊。真的，那个啪那下去我抓住这首歌。还在那边沙沙的，太早太棒。OK 吗？好，不然 OK 吗？反动比较快，那时候我肯定老了，用不了。先直接加入。我不要，你自己加。不要靠近下面跳舞分钟。你要把阿棒。好。来。三二。哎呀，坐着，两个坐着，坐着吧，好。好。三二一。我知道啊。我觉得你会很早。我知道，我已经知道。歌名很难讲，歌名很难讲。错的话就错了，错的话就错了，错的话我们得一分哦。快点的那个这个好。这个我不知道他的歌名。对，我们都听过，但是歌名好难哦。就是紫云歌。但是我不知道歌名啊。没有好听的歌哎。其他人可以打吗？不行。算了，不然就冲过去。你看他们两个卖的不错。就是那个什么拉的动作那个而已啊。快点，他们。万岁！下一个有可能的。我不知道他歌名什么。对，都是跳到。哎，这歌名好像有点难哎，我有点忘记。啊，我知道了。哎呦，我是不知道哎，是乌哇乌哇吗？乌哇乌哇！你怎么还认得？我跟你讲，我他都唱出来了。我是凭我的直觉，我真的唱出来了。我真的凭直觉。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跟学妹我们大家转了跳。
这首歌听完。对，我真的是蒙对的。你是因为听到那个知道他歌名，对，你就觉得那个颜色，太棒了。我觉得那应该副歌的第一个第一句。傻眼，好揍他！哎，学姐电他，学姐电他。而且我们今天很有默契，我们都穿就是牛仔的概念，哎，真的，丹宁系列。Sorry 啦。来了，学姐电他了。来啦，哎哎，下去了。来对的啦。哎，看不下去了，想打了，说的想打。等一下，我手上先拿了，有点紧张哎。下去准备了，我们两个，杰米，来三二一，再一题啊！看重播，你刚才右手好干，不好意思啊，耳机，不好意思，重播，耳机拿起来，这样子打篮球不行，这不行，不好意思哎。好了，可以吗？好，可以。来，三，拐子姐，二，一。啊，哎，知道，这么溜，李白，对，是，好厉害耶！我刚才想说，这个真的是想说，我觉得有点像五天情呢。好球！哎，我跟你讲，如果有人一拿到棒子，就你们音乐要停下来。最近在写这首音乐要停下来，你要帮忙音乐把停下来。哎，我觉得我这好弱，没有，我有点弱。我刚刚听个十段，你腿太短。真的，来，宋安，没有，你来，好，再来。再来。我一直在打打，压打打。上下我一直。好，预备哦。这首歌我都没听过。三，有人抢到，就三二。这没印象。干你！你看，疯啊！干爱神，爱神，来！来啊！这首歌就叫爱神吗？真的？对啊。还是爱神来的？爱神。最难听啊！应该叫爱神。爱神。对。爱神来了！为什么？现在有有记得吗？有啊，三比二，现在三比二。好，然后现在怎么会不唱的歌啊？啊，我觉得像这种歌我都唱不了。真的很难呢，我觉得我是超弱的，我也超弱，我刚刚是蒙嘴。冲了啦！哦，快！思念是一种病。再一次，你们两个比吗？就我很弱。二，什么？哦，快来呀！哎，好耳熟。我知道。我耳熟。什么鸟叫声？播这么久了还不来？好感谢全民叫什么这首歌叫什么我的滑板鞋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这个我现在是2017滑板鞋下集再来 PK 换人超好玩的耶他还想跟超好玩的手快速一次就要玩这个了三二我还想到，来，等等，换个人，
有在记那个。其他的 VS 被人。来，三，完了。关掉！是不是？是爱你啊，那个金百利的，就是你的爱。对呀、啊。哎，还有金百利。他冲出去的时候才想到、啊。哎、欸，等一下，如果就是如果抢答的话，就要先把音乐关掉。好啊，因为你有方案。好，来哦，下题喽。好嘞。三。等，现在几比几啊？现在 Mandy 队五分 ，Amy 队四分。哇，还剩几题？应该还有很多题，该超多题的。来哦，三。那 K 二放出来就好了。看这里，我觉得你们应该很硬。好耳熟啊！好耳熟歌啊，感觉就是那种感觉有一点。不能乱猜。干嘛？我们家到了。可是现在如果那个有人知道，就已经解决了。完蛋了！啊！我知道了。看我忘了这首歌啊！漂洋过海来看你啦！太厉害了！你没碰过这首歌，吓死了！对，我还听过周华健版本。我觉得老婆，你先讲一下最后几题啦，最后几题。你看我还有十几题耶。那我觉得要不要看谁先到几分？最后三题啦，让你有机会。不是啊，看谁先到几分呢？你是先到几比几？现在6-4，先到十分。可以吗？可以啊，还要十分。来，送你，你啦，大家来宾啊，达达，你继续啦，你刚好那么弱，达达，挑衅，那么弱，我觉得我这也很烂。三二，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常唱，哪就对了，我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想想，哎，我超常唱。快点！买你！哇 ！Yes！ 终于，好险！太可惜了，答对一题，哎呀，今天两题好不好？要对到歌其实也是关键啊，真的。哦，好烦，我帮他压力超大。哎呦，你干嘛？你这样快点！哎呦，三、二。啊！再一次，你们两个人好激烈哦！太激烈了，小心不要撞到。先告诉大家那首歌是什么？魏如萱的《你啊你啊》。好，来，三、二。飘向北方。对。哇，厉害哦！差点讲飘向南方，差点错。飘向别。那你为什么几秒钟然后就可以想到？好强！这首歌是真的。好，等一下，我把那太难了，给我们几分啊？七，加油，快！好难哦。行，来，自己。三、二，超晚的。哇 ，live 的，是不是？其实听 live 也是很关键的东西。这点你要预备知识。我看，我觉得这首就要默默，就是有点预备这样，有点往前那样默默。好烦。一定徐佳莹。我好像知道什么歌。一定徐佳莹。我好像知道什么歌。徐佳莹的。什么歌？那你们知道吗？你们要答吗？徐佳莹的，徐佳莹。那你们知道，你们要猜吗？不是徐佳莹吗？哦，看不是徐佳莹啊！耶耶是椰子啦！对，好啦。看你们这……哎，有人讲说曼蒂很激动，等下那他好玩这游戏，这是要玩命的，玩命！他没答出来的话是他的分，就你的分，是那个哦，就我们加一是不是？一定要扣分。你们要扣分？扣分？真假？实体已经够远了吗？还要我们加分啊？对啊，变六。三二，敢怎么抢啊？快点！告白气球！啊！这个你告白气球，告白气球，赶快收掉！赶快收掉！赶快换人！换人！哎，我觉得要再玩，我觉得玩最后三题了。6-6，因为最后三。
三题，好，这样最后三题，三题，六比六，最后三题，三战两胜，好好好，哇，好，大家加油，来，三架拐子哦，二。哈喽，有音乐。演员，你在分心吗？简单点啊！好啦，下题哦。我再来一遍。听你的听牌哦。好强，好强。来哦。哎，等一下，我们坐好。好来哦，三。观众可以一起猜哦。三、二。哇！哎呀！小朋友的口摔到分手，被逆转了，反败为胜，我们已经拿两题了啊，都要赢了，赢了，好啦好啦好啦，让你们赢啦，你看我们编辑队后继无力，哎那个好，那最后一题我们猜完了，扣分扣分太关键了，最后一题包完，最后一题应该完，好，哎早知道会扣分我就不会拍了，没关系啦，没关系，我们就是用一个比较。好了，三、二。哎，哎，很简单，超简单的，对，超简单的。小九哦，傻眼，我刚想说他已经拿了，结果他在北半球了。傻眼，其实如果先我跟你讲，下次主题如果改成怀旧卡通的话，不得了。那我们两个要一起。这不得了，这不得了！好啦好啦，恭喜啦！来，回来中间。好。哦，哎，这很激烈。好累哦，这游戏超激烈。我觉得玩这个手指，我觉得你玩的比较激烈。我跟你讲，今天我就想说要一个大改版，就是一个大改版，就是要玩这种游戏，才能够练练耳力嘛。来，接下来我们要直接来唱歌了，好不好？第一首呢是我们的《艾咪》。你可不可以搞他？跑完了，我天哪！可以把声传一下，传一下。哎啊啊啊！哦，小心！太厉害了。我好像除了第一题烟火之后，好像就没有再加。有啦有啦，刚刚有一个。哇，怎么一个送啊那个这么激烈的游戏结束？送啊那个哇哇很强，他是那个真的是萌到了，真的来哦，来这首这一首，对啊，这是也是要比赛，下次我们要把那个场地再用安全一点，真的就可以大前面放那个天堂路这样，对，太安全了吧？不行，这样就是我跟许跳根本就不用赢了。这首歌呢是我们要来。唱给大家听是，哎，不是我们要唱给大家，我们要带来给大家听 ，Amy 要带来给大家听的这首歌，有点怀念，嗯，非常怀念，非常怀念的一首歌，是《旅行的意义》，百城记真的《旅行的意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欢迎 Amy。土耳其，你。
的脸，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唱歌都没有很厉害的，哪有啊？好啦好啦，但他唱的又不是你刚刚赢的什么演员嘛，对不对？我赢三题。哦，你赢三题，你记得还记得？还记得？对，都不记得自己。我赢三题。我们下次来 PK 一下。对啊，好啦，这首歌你要带来的是什么？搭档。这个我先讲个，我讲个猜谜，大家猜。猜谜，好，你讲。好。如果乳蛇交到女朋友，你说我吗？不是。如果乳蛇交到女朋友，猜一首歌。猜一首歌。如果乳蛇交到女朋友，香香。要讲了吗？讲。可惜没如果。可惜没如果，为什么？可惜没有乳。哈哈哈哈哈！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太残酷了！我们要来参这个，欢迎大大的可惜没如果，林俊杰。
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那睡醒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啊，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没有你和我。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可惜没如果，哦哦。谢谢。我们的小林俊杰的概念。对啊，哎，他最近高哎，最近这几周都。唱林俊杰的歌单，厉害厉害厉害！偶像偶像偶像吗？那对他也是 Amy 的偶像哎、欸。对，我知道。啊、所以你这样就在狂开林俊杰的歌，你就不能唱？对啊，这样有点可恶。不然下次我们一起开一首，哎、欸，一起哎、欸、合唱，手心的蔷薇。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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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欸，对哎、欸，现在在我面前开一个，但我把还在好哎、欸，直接直接隐形。对对，我刚原本还在好哎、欸，哎、欸、不对啊，那。好啦，换我唱歌。等一下我唱完之后，宋慧还有最后两首歌曲，宋慧的粉请不要揉开。那我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 Coldplay 的。哎、欸，你这样会不会很难出去？对对。Coldplay 的 In My Place 这首歌比较少，比较算是 Coldplay 除了 Yellow 跟 The Scientist 比较少听过的歌曲，但带来给大家，希望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首歌，非常好听的一首。嗯。How long must you wait for it?
but I will wait for it. If you go, if you go, leave me down here on my own, then I'll wait for it.真的很长，给乐手发挥的空间非常大，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In My Place。 没错，那接下来最后我们要让我们的美丽的来宾唱两首歌给大家。来，请入席，请入席。好的，慢一点，对，来来来，这首歌是什么？这首歌是艾薇儿的。艾薇儿，哎，你不是以前很喜欢唱艾薇儿的歌吗？对啊，因为我其实是艾薇儿的迷。哦，真的假的？艾薇儿粉，所以你心里。你刚讲的艾薇儿是同个艾薇儿吗？不然呢？他有哪一个艾薇儿？对对，又对，嘿，对对对，不然还有哪个艾薇儿？我就超爱他的。对 ，OK 啊 ，OK。艾薇儿，对，对，然后今天要唱他一首叫做 How You Remind Me， 是一首比较感觉是，他是这首歌也不是主打的感觉吧，应该不是。这首其实他有当那个《航海王》的什么《航海王》电影版，《航海王》对电影版的一个片尾曲，真的真的，你们查，我们两个马上就这样子，你们居然不知道，他是要用力弹。真的，他那个片尾曲。那这首歌，所以他其实是对，但是他其实他的原唱是那个 Nickelback， 就是他是比较快，比较快一点。然后但艾薇改编，对，现在就是改编比较慢。好，那我们换一首啊。我很好奇是哪一集的？哪一集？电影版？他是电影版。电版哪一集？我有点忘记。没关系，之后再查啦，好不好？去查一下。观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们。对啊，观众朋友，我们知道是不是？知道。How You Remind Me 是哪一首的？哪一个？哪一个电影版的片尾曲？对对对，哪一集的？对对对，好，那我们欢迎宋安带来这首艾薇儿的 How You Remind Me。Different story. This time I'm
have been so bad. Nothing living but so damn near kill you. And this is how you remind me. This is how you remind me of what I really am. It's not like you to say sorry. I was writing on a different story. This time I'm mistaken. For him to you, a heart was breaking. And I've been around, I've been down, been to the bottom of every bottle. This five words in my head scream, are we having fun yet? Are we having fun yet?比较轻柔的声音去诠释了艾薇儿的歌，你们觉得？真的。哎，刚才已经有网友直接讲说是《航海王 Z》。哦。哦。对。好好的。片尾曲。片尾曲对。对。片尾曲。这样一讲好像有印象。他们打他师傅。对。哎。是不是？不要剧透，不要剧透。没错，没错。但是网友们很厉害。网友们很有。还是有人会没看过啊？网友们很厉害，直接帮我们解答，好不好？哎，我觉得我们以后要出个小猜谜给观众。给观众猜，就是温馨啊，温馨什么什么温馨，因为他们会就提供我们答案。哦，对啊，蛮感动的，直接，因为我们又不能查，直接告诉我。那今天宋要带来我们今天本节目最后一首歌了，对，最后一首这首歌之前我们在公园两个一起合唱过，记得哦，对啊。公园，我们还就是把手机立在那个警察局的旁边。哎，对对对，我们两个把手机，因为我们想要自拍，然后录影这一段，然后我们把手机立在那个警察的窗子，警察局的窗子旁边，然后那个警察还在打开，吓到我们，有时哦吓到。这首歌是什么呢？现在有纪念价值的一首歌，对对对，红豆。好了，那好好唱这首歌吧，来来来。还在发声呢。对啊，今天声音太哑了。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
是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醒着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今天带来一连串的，有没有发现我们歌节目歌曲变多了？对，真的。乐手间的小秘密变多，乐手间怎么那么多小秘密啊？乐手间很多小秘密。哎，可以帮我拿一下我的小白宝。不要啊！小白色要自己管啊！不想让画面不好看。你是怕把你宠坏？不是，我是不想让画面不好看，但一个人走过去。而且哎，要先谢谢大家。你知道我们刚刚在唱歌的时候，很多人都帮。Amy 啊，帮宋安，帮达达，还有帮我推我们的粉丝专页，所以大家一定要真的是帮我们一人一个赞。然后你比如宋安的粉丝也可以去帮 Amy 啊，可以帮我帮达达按个赞啊，让我们的粉丝都互相流通一下。我们是爱爱音乐的孩子，好不好？那今天宋安要不要讲一下你的粉丝专页？好，我的粉专是就是叫做林宋安，林宋安，对对对，双木林，搜寻对双木林，然后歌颂的颂，平安的安，非常林宋安松 M。后面有，但是打中文应该应该有。对对对，那你也打一下，那么久没打你的粉专了。刚很多人都帮你。他常常打是你不在。啊，我不在，你知道吗？都打，然后今天大家都。我的粉专在这边。哎，要上一个 P 字。肖明芬，肖是草头的肖，明是名字的明，芬是芬芳的芬，下面加一个牧童的牧，芬芳的芬下面再加一个牧童。Amusing Amy, A M U S I N G 空格 Amy， 没问题。哎，其实我打让我想到那个 Amazing Amy， Amazing Amy 哪有这个？就是我只知道 Fat Amy， Amazing Amy 是那个谁？那个电影啊，就 Fat Amy 吗？不是不是，哎 ，Amazing Amy， 那叫什么电影？艾米什么的，艾米的梦想世界，一个很厉害的音乐人吗？就是她陷害她男朋友，然后写很多情。他还想说一个音乐人的，这个他想说是陷害人吗？没有，这是一个电影啊。Amazing Amy， 好，没关系，我们再说，不然就请网友下载一下。是 Amazing， 是 Amazing， 对啊，是 Amazing。我的话就是赖曼蒂，束缚赖，然后草字头的曼，草字头的蒂 ，M A N D Y， 直接交给下一个。林毅达，毅是神采奕奕的奕，达到达的达，然后加英文 D A D A 达达。达达，哎，不错不错，今天我们。四个人都有打到我们的粉专，那你的呢？哎，对啊，差你一个，没必要啊。Super Bass，
手，对，创一个，帮他创，帮他创一个啊。有对贝斯对贝斯手有兴趣的女生在可以，限定女生，可以留言，可以留言，我们在我们学生天堂或者抖内在下面，或者那个私讯 music， 就是可以私信的私讯 music 那些是2.0里面，好不好？ Facebook， 对，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来到尾声啊。时间过很快，玩个游戏就结果我们今天只玩了一个游戏，而且今天 Mandy 还落下狠话，对啊，但是最后还是被我们反败为胜了，是不是？我觉得处罚直接留在下一集处罚。我还以为你说处罚直接我承担就好了，没有，你觉得好好，直接留在下一集，拖延留在下一集，我们好好的处罚一下许廷耀，我觉得。哎，不对啊，好，现在来宾，你要对啊。要把来宾的责任扛一下，好不好？大家可以支持我们，抖内我们50块、500块、5000块也好，好不好？真的是让我们，你看我们桌子又不见了，是不是？就在抢坏，在修，就在抢坏，又在修了。不然你看我们好好的黑色桌子又不见了，他抖内50块，让我们东西很容易不见。下一集把桌子赎回来，好不好？下一集我看到一上线就看到有人抖内50块哦，好不好？那今天呢，也要谢谢各位来观众，然后也谢谢我们。的来宾宋安，那谢谢麦卡贝，然后那你想要台词？哎，没有，你应该是要预告下周，对，我是要预告下周啦。那预告下周，我们每周六晚上，哎，宋安的粉下一周，因为我们一个月之后还有宋安要会来体上节目量体重，没有量体重，量体重太怕了，但下一个月我们会直接再敲宋安来，所以你们一定要延续的看下去，好不好？看着我们节目，那每周六晚上7:30，我们有学生天团风音乐会。这个带给大家非常好听的音乐，跟好玩的游戏，跟非常疯狂的一些就是游戏啊，对，人性面的游戏。那会有这么好看的节目呢？当然就是要谢谢麦卡贝，谢谢杰米创意多媒体，谢谢酷明文创，谢谢新医生乐器。那记得下礼拜记得要准时收看，然后等等节目不要急着走开，因为还会有精华歌曲带给大家。没错，今天呢谢谢大家收看，那每周六晚上7:30请继续准时收看我们的学生天团风音乐，拜拜。黑夜，寂寞的夜里，起身气，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又打给你，想听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婉转的距离。我的声音在笑，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时间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不出头。我的声音在笑，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时间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都给我微笑。